不知道这样快乐在哪里。吃了一个昏头转向傻乎乎的啊，眼睛也睁不开，然后两腿一直抖一直抖，然后戒指音乐一直抖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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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样做什么呢？要不然就导电不是更快吗？电一放下去、人生他就没有目标。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的能够听到佛法，没有的，大家都想追求快乐啊，可是没有人知道说快乐是什么。他所以说因为众生的下手处错误，他借这个色身想要去享受永远的快乐，诸位出发点是错，因为这个色身是生灭，是无常的，它有一天会败坏，就一定要死的，叫做方向错误。众生很想得到快乐，很想得到永恒，也很想得到解脱，可惜方向背道而驰，他拿这个臭秽的身体，拿这个无常的色身，想要追求永恒的快乐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为方向严重的错误，所以有一天幻想一定会幻灭，一定的道理。有一天看看也能不能醒过来，说哦，原来这个色身有一天也会败坏的啊，也会败坏的。在我们呢懂得佛法的，你看你看，众生都是以这个假的色身来作为一切的根本，不是作为修行啊。你有幻想，有一天一定幻想一定会破灭，一定的道理，总有一天你一定要面对死亡。所以我们现在心理建设，我们绝对不是说把佛法寄托在你命中，诸位不是这样，佛法是现在，你就活得很超越，现在就活得很超越，不是要等到临命中寄望在极乐世界。临命中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目标，可是我们现在呢，懂得真理的人，那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降服我们自己的快乐，心不会被假象黏住啊！你看单单这一点，这一点不要与人计较，不比较，不计较，能忍辱，能有爱心慈悲心，你的快乐就有多少。了解缘起的幻象，你不执着，这个快乐有多少？能用金钱买得到吗？哎，以下说啊，法身之养，虽不要饮食，但需要假借色身而修。无形中饮食与法身也有间接的助缘，所以根本说一切有部第二十九卷啊，第一百五十三经说。若无是断食者，得业法罪。若无是断食者，得业法罪。无是就是没有生病的因缘，而断食得业法罪。所谓业法，就是超越佛陀的戒律的范围，佛没有允许的，叫做越就是超越佛陀的戒律范围，世尊不允许。你用断食的方法，如果没有事就断食，世尊是不允许的。因为饮食，可见饮食对我们修道者是多么的重要。一出团时，这个团打错了啊，右边是一个砖，这一个寸，这个字打错了，出团时。或曰断食，就是一段一段的饮食，就像人类一样啊，就是我们日常食料所成的饮食，可以分成一段一段的食。早餐吃完了吃午餐，午餐吃完了吃晚餐，一段一段的食，或大或小或惊人中所饮食，诸入口之物可食啖者，是谓名为团食。正言阿含经苦乐品，此又称为断食。
饮食为滋养色身重要的元素，延长有情生命的根本。特别我们人间的友情，一日不可少的食。所以佛说俱生之类啊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一切众生啊，就是俱生之类啊，因缘和合的众生啊，俱就是众多的众生啊之类的，以此事实流转生死啊，从今世至后世啊，这些饮食啊，就是啊，割舍放不下，是不是啊？《增药含经·苦乐品·奥义疏》也说：“食味所成我，变成一个执着。吃到贪吃那个味，执着变成一个我的肉体。所以我的这个肉体都是从饮食来的吗？没有饮食，你怎么会有肉体呢？又化作一念的执着。所以说，食味所成我，就是指饮食为肉体的要素。”第二，触食就是精神食粮，触，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和合所发生的感觉。注意这个和合，就是《楞严经》讲的因缘，是方便说。如果你有悟，根不可得，尘不可得，识不可得，即得见性。因缘。和那是方便说，有所发生感觉的不同，有如意的，有不如意的，如意的叫做乐受，不如意的叫做苦受。这里所说的处时，当然主要的是指如意的乐受而言。所以人要接触快乐，记得我们心情，我们的感觉，记得要快乐，用快乐的心情过日子。诸位，这个也可以提升你的解脱。简单讲，什么事情都要看得开，就快乐。因为在如意，什么万法就感觉如意，如意感觉上，如果你有智慧，逆境也是如意啊，你就乐受啊，才能使身心得到媚味，媚味就是安慰了。这个媚本来就是离苦了，叫做媚啊。安慰的喜悦，精神才能畅旺，如同吃饭一样，能增长身体的营养，活动力增强。因有这样的效力，所以叫做食。不如意的感触，让人家苦闷、烦恼。或刺激精神，每天牢骚，逐逐念，没事也变成有事，给你刺激啊，给你苦闷，给你烦恼，甚至失望，都有损身体的健康。所以我们这个色身也需要精神上的食粮，也是身心不饿吗？身体疲惫的时候需要卧睡按摩。因此啊，诸位，师父以前啊，在雷音寺啊，因为我师父跟着广化律师，好，不能高广大床，就随便用一个床铺，硬板板的床铺。这床铺呢，也不能享受，就随便晚上一睡觉。就躺着就睡觉，就是一个板子，最多垫一个草席，硬邦邦的。年岁越来越大了，就会痛，风湿，经脉不通，因为卧在硬的地方，我们的毛孔不会呼吸，不，第二天头痛，再来晚上睡着了，毛孔开开了，冷气这个冷空气我那时候没有安冷气就会灌进毛孔，那么就会伤寒。所以以前内心一直想说，我要好好修行，要放弃种种的欲望，这个色身就不注意
所以常常感冒，常常头痛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晚上要过午不食，白天发抖。哎，后来看着经典呢、修行还是要看个人。所以我都跟法务师讲，我们年岁越来越大，那些广化律师也是这样，他年岁大，他骨头硬，他没有办法躺在那个硬的床铺。我们啊，做徒弟的孝顺，也是跟他用一个比较暖一点的垫在底下。所以啊，法务师啊，调查看看，哎，这些法师们需要，当然也不需要用到水床了，那么柔软，是不是？哪法比丘这么享受的，是不是啊？也用个暖一点的，所以这个身体还不是不能搞坏。身体搞坏掉，年纪大就没有本钱，没有本钱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我看到这一段呢，身体疲惫的时候需要睡卧，卧睡按摩也能增长身体的精神。中阿含前面一经说，生出色四大之种，从父母生，衣食长长养，坐卧按摩，早遇强人。强人啊、那么这个强人的意思啊，是说啊，精神上得到一种稳定性，就是强人。可见有情生命的延续啊，不仅需要饮食，尤其需要促使。饮食只能增长肉体的营养，促使能增长精神的畅旺，为精神生命重要的因素。第三叫做意思食，意思食就是精神食粮，意思就是心所希望，你希望人活着就是有一个希望吧，叫做思心所的愿望，思心所啊，思心所就是我们冷静下来那个思，哎，那白法里面有一个思心所嘛，啊，简洁的说就是心思的希望。有情生命不但需要饮食来滋养，并且需要理想的希望来鼓励。所以在这里，伤人的心千万不要讲。再一次的交代诸位，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饮食，每一个人都需要精神的饮食，伤害对方的自尊心，伤害对方的荣誉啊，或者是种种的身心会让对方痛苦的，佛弟子做不得，这样不够慈悲。我们布施不只是金钱，这也算是一种精神的布施，我给你希望，给你安慰，给你鼓励。佛弟子不可以带给众生困扰，使其精神奋发，身心安乐。一个人要是感觉到没有希望，即成为绝望，绝望的人生就不能活下去。所以自杀的人多半是对人生前途觉得没有希望，成为绝望，非自杀不可。假使有一点希望的人，绝不会自杀。梁启超曾经说，人生生于希望，有希望人就有办法活下来。因此伤人的自尊，伤人的心不要讲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可见意思食与有情生命的关系是怎样的重要。如果说我们很穷，没有金钱布施饮食，那么我们身口意诚恳可以感动人，对不对？好，美好的语言可以安慰人，我们为什么不要这样做？布施不限定金钱吗？第四，事实，这个事不是第六意识的事啊，诸位，第六意识的事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活动的范围的粗糙意识。这个事实叫做执取事，二六十中一种执着，维持生命的一种精神力量。
乃十二因缘中的无明中，无明行行言事的这个事，这个事又名执取事，就是执取有情的身心的智体，能使生命延续发展身心的力量，所以这个事叫做维系的业事。维系的业事啊，是缘名色，名色就是身心呢、我们这个六识还有维系意识都直取着我们这个身心，是佛法重要的教义。为什么没有这个事，你身心怎么能够存在，生命怎么有办法存在？身性就是这个直取是存在吗？就是有情身心的智体。有情出脱胎的时候，色受腹精就是精虫啊，母血就是卵啊，赤白二地，二地就是混合，腹精母血赤白二地就是混合，就是有取事，就是化身一刹那之间就执着，缘起缘到业力一牵就执着。所以诸位，净虚空界遍法界哪个星球条件够，哪个星球就有众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业是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，它随业没有任何的时空的障碍，所以也许你地球死了跑到另外一个星球去，不一定，那个星球只要有水有因缘道，你就会去转世。能使名色，名色就是身心延续滋养，继续的出胎乃至长大成人，都是这个事的力量。中阿含察提经这么说，是为轮回的主体，就所谓的业力了。是为轮回的主体，这个事简单讲就是业力的意思。虽遭世尊的批判，但世尊出关延起的时候仅止一事，对，那是不得已的。世尊有苦衷啊，假借着外道某一种认识的程度，再引导更深一层的。世尊出关延起的时候，仅止一事，就是前面的无明跟行没有，仅止一事就是六事啊。《杂阿含经》十二卷第六十五经说：“是由故名色，就是因为你有执取事执着，你才有这个色身。”身心呢、是缘故名色有，因为有执取你才有这个身心呢、其事而还，其就是平，就最多，而还就是以下，除了事 以下意思就是都已经包括在意识的范围内，就是其事而还，就是最多最多，即任何的法不能超过这个事，是这个意思，不能过比前世佛法，这样才讲得通。叫做其事而还，不能超过事的解释。这个尤其是不特为有情生命延续重要的因素，并为有情新生命再造的主体。你要执取这个色身，下辈子还是要靠这个啊。诸位，那么成佛以后有没有执着？有没有事？当然有执着，执起事，没有执起事怎么维持这个生命？可是佛陀的执起事就是无事，他会转阿赖耶识，变成无分别平等，会转阿赖耶识变成大圆净智，可是这个执起事还是在。维持生命的执起，诸位，这个不执起是跟不执着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如果说世尊没有这个执起是执着，维持这个色身的意识，那么世尊成道，对不对？破除了我执我见，破除了分别心，是不是马上身体就死掉？对不对？成道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啊，是不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，是不是连色身就没有了？不是。所以世尊成道以后
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生命还存在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知其事，知道吧？哎，但是这个知其事对世尊来讲，只是维持生命的一个力量而已。世尊已经身心得到大解脱了，就唯识学我们已经讲过了啊。这个尤其是啊，不仅仅是有情生命延续重要的因素，并为有情新生命再造的主体，初期是因缘的根本。所以一分就是有一些学者说，无明跟行二支是后来所附加的，就是世尊当时候并没有这样讲，是后来的学者前面在世的前面再加无明跟行，就执起世的前面加这个。所以初期缘起观，初期缘起观讲的啊，仅止一世，仅止一世就是只限于从世开始讲，前面无明跟行没有讲，就是根据这个。事实是世尊经过深刻的观察所揭示出来的。第一，属于肉体的要素，一团石嘛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呢，属于精神的要素。哎，第二是触石，就是精神食粮；第三是意识石，也是精神食粮；第四是事实，也是精神食粮。啊，底下啊、哦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呢，属于精神的要素。有情有赖于事实延续一期的生命，并为发展当来的新生命的主体。是故人类的生存与未来生命的延续，都有赖意识时与尤其是的再创。意识时就是还着希望啊，尤其是就执取这个身心的，维持这个身心的存在啊。人类有个共同生存的欲望，就是事实，不但希望个人的生存，并且从个人到家庭乃至整个民族的繁荣，整个国家的生存，不仅人类的友情是如此，即是非人类的一切畜生，即是啊，也是非人类，就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畜生，乃至昆虫、蚂蚁都要繁荣，它的种族都要生命。哎，世尊啊，在《楞伽经》开示，特别讲到蚂蚁，特别讲到蚂蚁这个动物，啊、哎，这个昆虫，说佛陀对弟子们说啊，说大慧菩萨，你们认为啊，一切的讲经说法一定要透过语言吗？世尊说不不不不，他方世界有的闻香，闻那个米的香。就正果，有的他方世界有的听音乐，听声音就正果啊。他方的音乐有的用皮肤感触的，也可以正阿罗汉果。大慧，你看到蚂蚁吗？你注意看那个蚂蚁。世尊说，你注意观察那个蚂蚁，那个蚂蚁从来没有言谈，可是他们可以很自然的有规律的运行。他们的生活是靠什么？不需要靠语言，不需要靠语言。所以佛法告诉你，用感觉，用本性去感觉道的存在，用真正觉去感觉道的存在，而不只是在语言上。讲到昆虫、蚂蚁，是不是再补助一下啊？都要繁荣它的种族。都要生命，这是人类友情以及分人类的友情共同而普遍的需求。世尊的慧观洞彻一切友情共同生存的欲望，所以
极端主张戒杀，一切众生都不得杀，使一切有情都能达到共荣生存的欲望。所以有情与无情同愿种子，愿就是成就了，共同愿成就，种子就是一切种子，就是佛智啊。有的人不是这个愿，是圆满的圆，情与无情同圆种子，共同圆满成就一切种子，用愿也行。有的人这句始终看不懂，为什么情跟无情都希望成就佛道？诸位，是情的心事转变，山河大地通通清净自性的影现，跟又是也就是你的生命的一份子。所以无情物不能成佛，是有情物的心事一转动，平等法界自然显现。诸位，我现在要讲一个楞伽经很重要的观念，诸位你看看能不能，世尊在讲什么，你看看能不能体会。世尊说，我们的灵性清净的圆觉自性，就像一幅画，一幅白色的画，它的底是白色的，因为我们上了颜素，上了颜素加了执着，上了颜素你看起来有高低起伏，其实是同一个平面，同一个平面。我们清净自性就像这一块布，是因为你的执着加上种种的颜色，加上种种的染色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有一幅画。我们现在看起来有人相、众生相、我相、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好，山河大地时空看起来通通有。世尊说，其实这是同一个无相的清净自性所影现的世界，其实它没有高低，